这个就是，这个老板娘，西餐里面，这个老板娘，老板娘。成日成只雞飛咗出嚟，嗰、那個油啊頂爛咗，蝕實咗喺裏面添喎。嗰只瓦魯雞咧就爛咗出嚟啊！我而家都攞唔到出嚟啊！咁咧嗰啲炮仗咧爛咗，咁所以咧連呢啲炮仗雞都要換曬佢啊，十六隻。而家叫死咗啊！我都唔知攞唔攞到出嚟。佢話咧一直都行少咗個盤啊，應該係開少咗個蛙路啫，因為咧每邊都兩個嘅，兩個出兩個入，咁咧佢咧少咗一個，應該係生氣啊。咁咧，依啲咧，其實就要，所以每次大修咧都換嘅。咁咧，有陣時咧冇爛咧，唔換裝翻上去咧，個問題就係你唔知佢幾時爛。呢個客都算好彩，又冇掃蛙佬冇剩，又冇大煙冇剩。所以通常咧，就算冇爛都換，就係咁解嘅。这个针口为什么次次都不落呢？其实正常是这样的，它通常热得滞热到烂了就会溶了黐那些尘笔呢，它溶了一个圈在这里，那些尘笔呢就成日被它积死了，所以我通常都不落这个针口，落胶圈。烂两只鸡啊，唔係一支啊！
呢啲係三口膠。咦？哦，嗰只雞嗰條鋼片啊，睇下仲有冇垃圾先。